我想要吃吃看，然后测量看看我的跑五千可不可以快一点。我觉得我今天看到这个国立体育大学出的《元气觉醒运动乳酸菌》还蛮特别的耶，因为其实乳酸菌大家都很常吃啊，就是为了要保持肠道健康什么的。但是这个它很特别，是因为它是标榜运动乳酸菌，它有讲说适合三铁，然后运动人重训的人士，还有跑马拉松的。像我自己本身有在跑步，所以我就觉得，这个产品是我会蛮想要试试看的一个东西，而且。国体大出的耶，感觉就很厉害，你不觉得很专业的感觉吗？然后它蛮特别，就是我看它的成分啊，它有蛮多的 B 群在里面，然后运动前吃可以就是补充你的 B 群，让你的精神更旺盛。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适合运动跟跑步的人在吃的一个产品耶，而且它又不用配水，这样一包一包的。直接吃就很方便。如果说我们要跑步，早上要去跑步，因为路跑都很早，一大早五六点就起跑啊，就是可以很方便的带出去，然后跑步前吃，可以提升运动表现。这个真的是蛮想要试试看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哎，它不会很甜耶，也不会太酸，有的乳酸菌会。很酸，它除了粉状之外，还有一点颗粒的口感，可以这样嘎吱嘎吱的咬着吃，感觉蛮好吃的。而且它的糖的量，这一包的糖只有0.7公克，你知道有的那种乳酸菌或是优酪乳，它的那个糖含量真的非常的高，对于那种要运动啊，要控制卡路里的人来说，其实不是那么 OK。这个的话就还不错，我觉得。